5年前，5月23号8:20，新豪酒店5-3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我这有套房子，你先拿去住。这张卡你先用着。好，那你我也是校园妇女。穆总，怎么了？他不是穆总。那您还给他钱？他说的信息都对得上，顺着他肯定能找到。姑娘，你这条项链虽然名贵，但是也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我看你也是急需要钱的。这样，我给你50000，可以吗？好吧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项链谁给你？哦，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刚刚来卖的。看他穿着，应该是隔壁鞋店的销售。哟，依林，还有脸带着你的私生子来上班呢？小丽，去外面玩啊，我跑远了。你离开家之后，你爸把所有钱都给了我，再看看你，只能给人当一个贫鞋的破导购。那也比你强吧，都30多了还在啃老。他留给你的那点钱，早就被你败光了吧？他那点钱我才不稀罕。这张卡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也是，像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认识这张卡？店长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这个是穆总给的，我以为是……这是壮壮刚刚给的。原来您是穆总的女朋友啊！那有什么喜欢的时候，我们直接送到您家。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喜不喜欢你？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要他帮你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你今天给我好好招待穆总女婿，不然就等着被开除吧。这双，还有那双，都给我试一下吧。帮我穿。店长，穿个鞋而已，磨叽什么？你还真想被开除啊？你可想好了，变完了工作，你拿什么养你女儿？疼死了！穆总，这不是冒领身份的那个人，没想到私底下这么嚣张跋扈。穆总，您现在过去就套不出话了。阿娇，上面经理的助理。哎，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上面让我处理一下纠纷，怎么回事？经理是吧？来的正好。这个女店员故意拿小一码的鞋给我穿，把我脚都弄伤了。经理，我没有。你还狡辩，店长都看到了。就是，我看见你使劲把夫人脚往里面塞了。夫人？这位是穆总的女朋友。啊，原来是穆总的女朋友啊，怪不得穆总叫我来。经理，你评评理吧，我现在脚还痛着。那咱们坐下，这么多。经理，我碰都没有碰他一下，不信可以查监控。店里监控坏了，看不了。经理，他们骗人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就是你把夫人的脚给弄伤的。爸爸。小朋友不能看到谁都叫爸爸。妈妈说拿的项链的就是爸爸。你妈妈呢？经理，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啊，全听夫人安排。依我看啊，这种人就应该开除。是。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。经理，你不可以把我开除掉。哦，忘了，你还有个女朋友。这样吧，你向我道个歉，我就考虑一下要不要开除你。夫人都发话了，你还愣着干嘛呢？就是，道个歉而已，多简单。快呀。对不起，可以了吧？
道歉嘛，就应该姿态再放低一点，这腿嘛也应该再弯一点，懂了吗？再来一次吧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你不用跪。壮壮，壮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是这么处理事情？啊，穆总，这个员工不懂事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开除？看监控了吗？根本不用看，就是他弄伤夫人的。就是，他还不道歉，非常猖狂。我就是想让他道个歉，没想到他态度一点也不好。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看他，他还凶我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穆总会为您撑腰的。夫人？谁说他是我夫人？什么？你不是刚刚才把黑卡给我的吗？这情况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要不然咱们出去聊。爷爷，三年前在星豪酒店的不是你。星豪酒店？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一介香水味隔着八条街我都闻，我能不知道三年前是不是你？去保安室查监控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对不起，穆总，我以为他是您夫人，我才这样做的。穆总，都是误会，我也以为他是您夫人，所以才……不分清楚是非，盲目逃，欺压下，自己走人还是要我请你？还不快滚！穆总，至于你，我的律师会联系你，赔偿他的名誉。你是五年前的那个人？那天我一醒来你就不见了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其实是个误会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那我们重新认识。不不不，你要考虑好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。怎么了？哦，吃不下。别浪费啊。你吃吧，我上个厕所。多少钱啊？老熟人了，收你20吧。嗯，待会儿你能不能跟壮壮说做活动免单啊？壮壮还没工作呢，你好好劝劝他，别老想当什么大作家，找班上，好好跟你过日子。再等等吧，我相信他。你现在年轻，能跟他吃苦，那等以后呢？万一你们有了孩子，还这样啊？喂，怎么样了？啊，要不你还是……没事，我又投了几家，而且我还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了书。你觉得这里要不要改？有点意见啊？这本书要不就叫我和他？我孩子吧，我先挂了。你一定要看啊！秋秋，哎，快来帮忙，来了。你好，你的书我看了。我很喜哦，谢谢谢谢，做我徒弟吧，帮我写书一本20000，不过署名要写。想都别想，写成这样，你的小说烂死了，别写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小说写的不行。我们老板觉得你的小说，一个写小说的有什么好奇？来，这是今天厨房打包剩下的，谢谢老板。没事，正好不浪费粮食。来，这份是你的。哎，回来了，快来看，我新写的小说。哎，你看这个女主男主，你写的怎么样？你看这一段，我改了好久了。壮壮，能不能不写书？我觉得这个题材可能有问题，它没有那么吸引人。不是，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份其他的工作？你不是说你会一直支持我的？对，但是你现在买书要钱吧？你出版印刷也要钱。其实我们……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呀？你怎么现在变那么俗啊？你怎么现在变那么俗啊？我俗，
我俗。慕容壮壮，我真的不想再吃剩饭了。我们每天吃的饭都是我从餐馆打包别人不要的，别人纸都是我从公厕里顺的。我一天拿两份工，你有真正的关心过这个家吗？我怎么没有关心过这个家了？这家里的活不都是我在干吗？但凡你能多挣一些钱，你在家至于做这些吗？哎，求求，我这个本有人买吗？马上就有钱了，等等我好吗？等等我，我可以陪着你吃苦，但孩子不行。怀孕了？您对《我和他》这本书拿到金笔头奖有什么看法？我回来了。谢谢大家能够喜欢《我和他》这本书改编的电影。马上。这不是你写的书吗？没事儿，我卖给他了。壮壮，对不起，当年。没事儿，我不后悔。当年是我选择了你和小海，我很幸福。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。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？没有。你走吧。谢谢。冰上的芭蕾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走啊，放风筝去。你放不了。你相信我。可我妈妈不允许我去外面。不让她知道不就完了？走。我来吧。谢谢。我去给你买水。水来了。慕容壮壮，别跑！哼，他为什么追你啊？我爸欠了钱，跑了。那你……那我这不是在工作了吗？那你来我店里吧，我给你开三倍的工资。那你以后就是我老板了。我先走了。他是谁呀？一个朋友。看上去都不正经，以后就不要再接触了。我觉得他挺好的。你又跟那小子出去混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吗？他不是。好，不要解释了，去收拾东西，咱们后天搬家。我不搬。你说了不算，必须搬。妈，你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啊？根本不问我的感受。我不会搬的。你昏了头了吧？秋秋呢？怎么没看见你跟他一起啊？他又走不了，找他做什么？他又走不了，找他做什么？嗯，走吧。走吧。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女儿。她已经成年了，不要给她做决定。我在海市给她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因为你她死活不去。今天来了很多生意上的朋友，我还想办法邀请了穆氏总裁。那个神秘富商。对。要是能和他搭上线，公司就稳了。那太好了。
你这样跟球球结婚，真替你感到不值。要不是他家有钱，谁会娶一个腿上有疤的女人？你是没看他腿上那个疤，恶心死了。你是没看他腿上那个疤，恶心死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说什么呢？干嘛？你谁啊你？你怎么打人啊？该打。壮壮。别碰我，我来吧。尿液有点少，大便怎么样？正常的。好，你让他多喝点水。有啥泥儿？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到时候我们去公园转转。我不去。姐，他现在是肺癌晚期，在家总比在这好。能不能脱下面具，还可以很幸福。如果不是遇见你，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，一定要爱下去。还可以笑着相去，相依为命，决定天有意义。还可以心有灵犀，动魄惊心，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。不要命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。爱写出我的诗经，算不出我的命运。你给我的名下一辈子再换。今天我们吃回锅肉，还有番茄炒蛋。天气不错，我们去公园转转吧。好啊，那什么时候啊？吃完饭就去。那我去准备一下，那边蚊子多，还得带上驱蚊水。就出去用，不用带这些。妈知道。妈。葬礼我来弄，你好好睡一觉，别胡思乱想。那我去准备一下，那边蚊子多，还得带上驱蚊水。听得出潮湿存在心上，肆意生长。壮壮结婚的钱，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到时候我们去公园转转。壮壮以后的生活费。今天我们吃回锅肉，还有番茄炒蛋。壮壮治病的钱。如果大雨落下，就让我成为海洋，那些看似舒服却关于爱的每朵浪花。
舅舅，我找了份工作，帮别人写点东西。好。那我真会爱呀。我们结婚吧。啊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结婚要什么呀？以前结婚还要九块钱呢，现在九块钱都不要了。可是我现在房子车子都没有，彩礼也不够。我又没有要求你什么，车房以后咱们俩一起慢慢攒不就行了？彩礼我也不要你的。结婚先不急。怎么了？我好想怀孕。啊？阿姨，给你买了点月饼。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呀？五六千。那你现在存款有多少？存款不多。不多是多少啊？五六万。六万？现在六万块钱能干什么呀？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对你很不满意。但七七喜欢你，彩礼十万不能少，房子首付总得有吧？车呢，我跟七七他爸替你们准备好，酒席就订30桌。我妈妈已经让步了。我知道。这样吧，你想办法呀，把首付和彩礼凑齐，我去跟我妈讲我们旅行结婚，就可以不办酒席了。没事儿，拜拜。喂，妈，我要结婚了。好啊，我们前几天还在说呢。要10万彩礼。应该的，我和你爸还有20万存款，等一下去银行转给你。谢谢妈。哥，哦。妈，我和壮壮决定旅行结婚，不办酒席。不办酒席？壮壮准备彩礼和首付已经没多少钱了，我们也不是非要办酒席的呀。你有没有想过你爸？他是生意人，哪家嫁女儿不办个30桌的，让别人知道了怎么想你爸，怎么看你？还有这些钱房子，你以为是我要的？我要来要去还不是为了你。哎呀妈，但壮壮确实没多的钱了。酒席加上场地费也就7-8万，多不了多少，只要他想总能有办法解决的。你疯了吧，就这么多钱。我要结婚了。我晚点转你。谢谢老师。我妈说酒席必须办。我真的没钱。就7-8万，你40-50万都能凑到，7-8万你凑不到啊。我凑不到。我能借的我都借了，一会儿要买房子，一会儿要办酒席，一会儿要给首付，我哪去借那么多钱啊。我没怀孕，今天早上来例假。原来你不想跟我结婚。我不是，我只是分手。阿姨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小儿子。彩礼的话，就买一套房就可以了。因为结果说是今天之内给到，而且今天到场的人很多。我知道，在没有确认他们身份之前，我不会走。走走走，我们不招洗碗工。哦，好。晨晨，晨晨，今天结婚。各位，我们刚接到消息，穆总亲自提拔我的丈夫，现在已经是穆氏的经理了。也都是穆氏集团穆总的赏识啊！哎，但是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是我女儿。晨晨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但他很有上进心，所以我才放心把浅浅交给他，以后对我们浅浅好点。哎，小陈，你还得感谢你母亲啊，她
一个人帮你完成。母亲的恩情，我肯定是不会忘的。记得小时候生病发烧，母亲怕我输液手疼，就一整夜攥着输液管，我很温暖。还记得当年备考的时候，我妈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她还把她所有的积蓄用来支持我上学，她用她那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，才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。还不赶快把你的母亲请上来敬茶。你这孩子要跪下。妈，这么多年您辛苦了。晨晨，晨晨，她是你妈，那我是谁呀？你这个瘸子，来当什么乱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穆总，我哥还没出来。我才是他妈。我不认识。晨晨，是我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也是我拼命攒钱供你上学，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？够了，你存心捣乱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亲家母那可是外企高管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瘸子？我没有撒谎。完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别赶我，你们别赶我！我沈家的女婿绝对不可能是个瘸子的，别把他走。晨晨，你快跟他们说，快告诉他们！我不认识他，你快把他拉走。哦，对，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房子。如果他不是我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给我买房？这是周奶奶家吗？啊，是，有事吗？啊，我是来给咱奶奶过七十大寿的，看，我蛋糕都买来了。您是哪个叔叔的儿子？我是咱奶奶社区里的孙子，我们公司呀，关爱老年人，我们都是奶奶的孙子。我奶奶在你们那儿买保健品吗？无论买不买，咱奶奶过生，这心意是要送到的呀。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哎哎，你们谁把小松赶走的？奶奶，是我赶走的，他们都是骗子，网上早就曝光过了。就你懂得多，赶紧把小松和蛋糕给我追回来，不然这个生日我就不过了。哎呀，哥，你不是送奶奶来了吗？你们也真晚了，不吃你们就是还好的吃。奶奶，我们吃蛋糕吧。这不是小孙给我买的蛋糕。奶奶，他买的是劣质蛋糕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我就要小孙给我买的蛋糕。哎，奶奶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他就是个骗子。小孙可不是个骗子，他卖给我的东西都是好的。你买他东西了？买什么了？阿胶啊，补脑子的，好难买的。奶奶，我们先吃蛋糕，吃完蛋糕我陪你去找小孙。哎，好。奶奶，您来了。来了来了，今天的课讲什么呀？今天讲这个燕麦，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燕麦，吃了呀能延年益寿，只需要1999，您就能把这健康带回家。你们卖的是燕麦还是燕窝呀？尽孝嘛，这不也是为了咱奶奶着想吗？各位来宾，我们的课程即将开始，请大家到会议室就坐。哦，不好意思啊哥，咱们这儿只有 VIP 才能进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去上课买阿胶。走吧，奶奶。哥，我来陪你说说话。你是来盯着我的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你说点能听懂的，比如你怎么把我奶奶变成你奶奶的。那是因为我比你们这些真正的亲人给了奶奶更多的关心。奶奶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她平常交了什么新朋友，心情好不好，吃了什么，身体舒不舒服，这些最基本的事儿你都知道吗？喜欢越剧，讨厌相声，最爱喝莲藕排骨汤。新朋友是胡歌，因为他最近又看了遍琅琊榜，心情不是很好，因为家里有人说他老糊涂，身体也挺舒服，但是不吃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补品可能会更好。谁知道你是不是现编的？是不是现编的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奶奶吗？奶奶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你只关心自己的体型吧。
这些老人一年的退休金一共就几万块钱，平时省吃俭用，你们一个保健品几千几千的卖，你们他妈的是人吗？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又贪又蠢，为了免费领那几个鸡蛋，他们可以不停的来上课，不停的来接受洗脑，都是他们自找的，他们活该。老人孤单爱热闹，你们利用他们的信任，死盯他们的退休金，你们他妈的混蛋！奶奶，您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壮壮啊，怎么了，奶奶？你看到我的银行卡了吗？我记得放在这包里了，怎么找不见了？应该是我家里了，我们回家找。新闻素材。奶奶别找了，银行卡在我这儿。我在找银行卡吗？我不找银行卡。那你找什么？我帮你找吧。来，先起来。是这个吗？壮壮，回来啦！你们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早啊？奶奶，你怎么？奶奶给你藏了好东西。你哥他们还没回来，赶快吃。他们说吃了会变聪明。奶奶给你藏了好东西。他们说吃了会变聪明，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有个好工作。我们壮壮无论读到什么时候，奶奶都会供着。奶奶有钱，我们壮壮无论读到什么时候，奶奶都会供着。